说要看呢，老老实实看。还有，再走我调出去，等他们关门吧。哎，为什么会跟我走？哎，这些人为什么会？这些其实有些感觉也不像是人，寄生兽、缝合兽一样。哎，为什么会跟我走呢？如果我有头的话，我能理解。我现在我没有头啊。看不到，你们就不能搭个人梯之类的，给我再垫高一点吗？可能是之前我在水底下被插的那一管子给插升级了，什么设定？这啥东西？这么都是一些人的断臂残垣呢，我觉得应该是把这个给拉了。这个高度应该是他们给我扔起来后，恰好能给我扔进水里的高度。我是这么想的，好像也不对啊。哎，变矮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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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个屁！不行！利用刚才箱子的原理，利用刚才箱子的原理，我从这里扔可以吧？哈，主角应该是升级了。现在我们的主角就是一种非常拥有一种非常强大的能力，你知道吗？他跟别的就不一样了。我们主角上去就是这些人，不是他们都没有什么思想，没有什么中心吗？然后我们主角过去一摸这些人，这些人就拥有了自己的中心思想，就会。被我们的主角所控制啊，然后呢，他就会跟这些人说 ：“You are free, you are free now, you are free。”一个一个摸啊，摸完之后就都跟着我们主角走了。那他们怎么办？但是我又难道说我跳下来他们接我？哇，这个想法有点接不住吧？哇，真的是接。哎，不是，为什么我能摔死，他们摔不死啊？因为所以故事道理。
哎呀，这个门小孩一个人抬不起来。他们应该会从什么一个什么地方掉下来。话说我好久都没看见狗了。啊，果然。一股摔不死的样子呢。这个啊，套！No problem。成就与解锁办公室，14个完成了4个。哇！也不知道我现在打多远了。一起来蹦迪。真的，你看他们这些人，有的人有脊椎，有的人没脊椎，有的人有手，有的人没有手，有的人甚至还有好几个头。下饺子似的，其实我就想说，既然我已经是你们的领袖的话，你们不能够再拖两三个人上来吗？就算不能都跟我上来，总是要牺牲一部分的话，能不能只死，能不能比如说10个人跟我5个，跟我1个也好啊。干什么？给人家观光拍摄这些？哎，他为什么在跑？他看见什么了？后面有什么人在？后面有什么人在追他吗？看到了我，他们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？他们在看什么？哇，这个细节好棒！
我以为是那什么呢？哇，这哇！没办法，作为一个育碧游戏的爱好者，每次看到这种东西，当然了。这种在游戏当中的攀爬行为，你不能说是育碧原创的，但是育碧它做毕竟攀爬它做的比较出众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还是请将来看录播的观众原谅我这里有很多的，他们到底在看什么？就是原谅我这里有很多的育碧梗。如果你们要看到主角攀爬说育碧梗不太妥的话，还有什么爬管子的功令？红岭也爬管子，精致边缘，对，第一人称的精致边缘也爬管子啊。我这里梗还是有挺多的啊。我看到这个黄色电线，我觉得这是一种暗示。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我的妈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我差九个。看来得等都找齐了才能过来了。还行，陆夫人，我好歹怎么说呢？没一个都没找到。我看到这个小孩这个动作，我就想起来当年在学校拖地，拖完之后去投那个拖布，然后呢我就拿脚去踩，这样的话把污水踩出来不是快吗？我踩完污水之后我脚就没抬起来，我就拽那个拖布，我觉得这拖布怎么拿不起来呢啊！我当时就想，怎么这个拖布就拿不起来呢？我脚踩在拖布条上，干拽这个拖布拽不起来，然后后来发现自己干了一件傻事啊，幸亏索性当时没有同学看见，感觉不是跳这里，好吧，应该就是跳这里了。还有就经常是把眼镜那个抬起来放到自己的额头上，然后就到处找，我眼镜呢？这个距离够了吧？我觉得应该不会出大事儿。我抓好的，我本来想说一个小孩这么开心的啊，小呀小二郎这种的，但是我听这个 BGM， 我总觉得是一个很悲剧的结局呢。下不去，难道上面的人在看着的就是我们主角？拉不动了，
我觉得是少点什么东西。哦，可以，哦，是这样子的。哎，说丢，哎，怎么衣服都冲没了？所以他们到底在看什么？看我们主 ？What the fuck is that？What the？ 嗯？所以我们主角果然免费了，是吧？撞死你们！不能撞。那么这些正常人合成这个东西是为了什么呢？出不去。让你们看，活该了吧？很多人都跟着我走了，我这弹簧腿，哇，这个细节，哇，哇，不是。天哪！有没有跳跃键？哇天，惊人的破坏力！我们的主角为什么要进来呢？嗯。啊，可以举高高。他，我现在跳跃键已经没有用了。肥宅毕竟不会跳的。
太惨了，我先洗干净。不行，这个门拽不了，上面有个按钮。我大概知道这个东西的用途了，问题是怎么能给它拽起来呢？哇，要这样。终于看见狗狗了，问题来了，我能顺着这个爬上去吗？好像不太能的样子。我上来了。这么一压应该会死不少的组织吧。嗯，什么意思？哎哎，哎，他在给我开门，为什么？给我开门呢？这个是干什么的？好，我又掉了一些残骸了。够到啊。哎。哦，可以这样。我要举着这个箱子到终点，不要拦着我。我竟然不怕烧，然后把这个箱子扔进去烧了。嗯，我靠，要玩这种？哦，我擦，喂，好烫啊！我记得刚才那个位置是不是有个那什么？刚才那个位置有个墙，不是墙，有个洞。它洞那个位置底下有个火焰的标记。哎，对。
啊，看来我要到这儿。然后呢？到这儿？在这儿？到底要在哪儿？你说，这儿啊？还说我少什么东西啊？哦，不是，我想说的是，就算你看起来好像有百十来人的力量，但是你最终能够走的只有三个人的腿，抓住这个东西的也只有三个人的手。其他的肉球是多余的，可以了。看毒影，这样可以了吧？然后我上来。你到底要搞么子？现在就剩下一个选项了，就是去抓这个东西。哇，肥宅升天了！这个人真的敢啊！这怎么办？啊，我理解了。先放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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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放下。什么？理解归理解，但是这个我应该怎么操作呢？我怎么拔这个箱呢？哦，好的。不好意思，再来一次。哇，好多人啊！哎，不对啊，我感觉我并不是在逃亡，而是在被人那什么。我要是不是这些肉球要是被我控制的话，我就直接往他们就直接人肉风火轮哗滚一圈，这很明显这是要勾引我过去然后给我扔出去啊。
就不。应该是扣这面的。不是，这帮人在把我这团肉球排泄出去的时候，他就没有考虑到这个地方会有个口吗？还有就是，为什么我们的男主角要去救这团肉球呢？我不理解。而且今天安排我们男主角去救这团肉球。如果这一切是安排的话，那为什么不老老实实放我们男主角走路啊？再撞一次！哇！不哇！哦，这好像游戏一开始的地方。哇，这次真的是肉弹战车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啊，出字幕了，完结，完结，撒花。但是这很明显是个伪结局，并不是真结局。啊，填完了一个坑。总评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总评的了。Inside 这个游戏毕竟是当年这个 Indie Game 的 Number One， 这个类型的 Number One， 而且还是得奖作品，我觉得。我怎么评分也没什么必要了，非要说的话，我感觉他这个游戏就是好的地方我觉得已经不需要夸了。这个游戏无论它的操作手感还是这个意境整体上做的非常棒，难题虽然说有点难，有些地方黑的很恶意，但是我挺喜欢的啊，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难点。你要说不太好的地方的话，有些地方它这个 BGM 它有时候会突然间消失，这个就它就是它不是会淡出淡入，它是突然间消失，这块我不太满意，扣个 0.5 就差不多了，9.5分啊。
还有就是这个游戏，我感觉它锁帧了啊，但这个就不扣分了。我觉得这个结局，我想看隐藏结局啊。